殿下，墨磨好了，开始读书吧。嗯，殿下。嗯。朕，本王要感谢你，督促本王学习，还帮本王磨墨。只要殿下愿意读书，侄儿愿意一直陪在身旁。要知道，这种陪伴很重要。很多人说山盟海誓才是爱情，我觉得陪伴才是。知道了，殿下。开始读书吧。好。真儿，要不我们今天先不学兵法，我们可以以史为鉴，不然你去搬点史书来，我们先看史书。十二通史，我刚才怎么没找着呀？你先看这边。你趴在这儿对你身体不好，我擦一擦。走。擦完了吗？哦。哎，这个地板再干净点。哎呀，不是今天，我都没发现这么脏了。哎，那个书从高到低摆放整齐。真是，复习的时候，除了复习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真儿，你要是累了，就出去休息吧，不用管我。没事儿，殿下你不用管我，快认真读书吧。嗯。